屁！哎呀，要便便的感觉。嗯，扑通扑通都来啦。平时都是妈妈帮我擦，今天妈妈在忙，怎么办？我自己不会擦屁屁呀。别怕，干家师来帮你啦。一张干的卫生纸，再用一张湿的卫生纸。干家师，我自己也能擦得好干净。第一步，先干擦，抽一张厚厚软软的卫生纸，先折一半，才不怕破，手手不沾便便，由前往后擦，擦完再折一半。第二步，再湿湿擦，抽一张湿的小纸纸，湿擦，擦掉剩下那些看不见的便便，好干净。第三步，冲一冲，用完的卫生纸可以开心丢进马桶哦。最后要把小手洗干净。妈妈，我会自己擦屁屁啦，厉不厉害？哇，我家宝贝最棒了！干家师，屁屁真干净。